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2G 在线是什么意思呢？ 2G 在线是 QQ 2G 在线，可能手机当时使用 2G 网络下登录的 QQ， 当对方使用 3G、4G、WiFi 状态登录 QQ 的时候，这个在线状态也会一起改变为当前的网络状态的。 2G 中的 G 指的是 Generation， 也就是代的意思，所以 1G 就是第一代移动通信系统的意思。 2G、3G、4G 就分别指第二、三、四代移动通信系统。 2G 第二代手机通信技术规格以数字语音传输技术为核， 2G 网络只可以满足人们通话、短信、上网等简单而单一的需求。 3G 是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，其速率一般在几百 kbps 以上，能够同时传送声音及数据信息。 4G 是第四代通讯技术的简称，彻底打开了移动互联网时代。 4G 系统能够以100 mbps 的速度下载，上传的速度也能达到 20 mbps， 非一般的速度几乎能够满足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。您知道了吗？